高阳演的电视剧有哪些？高阳，中国内地影视女演员，演的电视剧有《红楼梦》《逆战峨眉》《雪豹坚强岁月》《墨客行》《择天记》等。2007年，高阳参加了《红楼梦》中人选秀活动，并最终获得了黛玉组全国第四名和激情演绎奖。出生于辽宁省营口市的高阳，小学毕业后便进入营口市戏曲学校中国民间舞专业就读，腰部受伤后转向表演领域，最终高阳在北京舞蹈学院音乐剧系影视表演班继续自己的学业。